但是接下来我们更重要的是，我想李敏镐呢虽然是两个月前来过，但是大家对他近况或是未来计划也许有一些好奇，所以我想请他，我们是不是开放四个题目哈，让我们台湾的媒体朋友可以发问一下。我想这个机会也很难得，可不可以帮我询问一下？好，哎，好，四个题目 OK， 好，六个，五个。哎呀，蛮会杀价的哈、啊！我忽然间，好了，四个了，我们还是按表操课一下。来，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来请教我们的男神？哎，麻烦这位，谢谢，请麦克风，请您起立一下，谢谢，向他看到您，谢谢，谢谢。好，谢谢，请。因为今天李敏镐在那个访问中有说过，他最近很忙，忙忙的工作，那忙到忘记要谈恋爱。那想问他说，目前他享受现在的单身生活吗？然后觉得单身最大的好处是什么？谢谢。哦，这题是有在合理范围内吗？单身生活的乐趣，享受这种感觉。哎，翻译还蛮啊、哦，不要命的啊、哦！不错不错，这季周郎美办。啊，工作这么忙碌啊，真的是很辛苦，心思体力都花在拍电影啊、代言等等。아미혼으로서의즐거움을뭐가있을수있냐고요아싱글로서의장점어그냥많은여성분들을아무런구속없이자유의몸으로바라볼수있다는거哦、就是一个单身的，单身最好处就是就是我一个非常一个自由的一个这个身份啊、然后呢可以跟面对我的身边的好友们跟或者是事情啊、这个是这个未婚单身的这个最好的一个乐趣。嗯，对对，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跟朋友交流，对不对？哦，然后回家也不寂寞，因为呢有 Osim 小天后在家里每个角落陪着他。对不起，主持人还是要工商服务一下哈。是是，哎 ，right right， am I right？ 对对、啊、你跟我讲中文吗？该不会你其实都听得懂吧？对不对？好，来，我们第二题。